即係我仲好記得咧，就因為中國即係靠呢個民族主義起家啦，所謂或者叫民粹主義起家啦。我好記得咧，就有喺中國內地咧有好多次所謂呢個反日嘅風潮，包括咩釣魚頭事件啊、改教科書啊等等咧，咁就喺引起咧就一啲你話係自發嘅話又好，話係煽動出嚟又好咧嘅一啲。大規模嘅即係上街嘅示威嘅呢個行動，咁就連咧就有一啲即係疑似日本嘅呢一個食肆啊招牌啊都被打爛曬啊咁樣。我覺得最無辜嘅咧就係一間叫味千拉麵喺大陸嘅呢個分店，咁大家知道呢個係港資嘅啦嚇，因為拉麵啊嘛，咁所以呢個招牌都打爛埋咁。咁呢一種咁嘅即係民族主義幼稚病或者係民族主義麻疹咧，啊突然間爆發咁啊，燒完之後啊冇嘢，當冇事發生咁樣。咁當時都有提出咧，就所謂抵制日貨嘅，咁大家都俾人笑啦。啊，抵制日貨，首先你將屋企嗰啲電飯煲攞曬出嚟先啦，雪櫃攞曬出嚟先啦，咁巴閉咁樣係嘛，抌曬佢一笨咁樣。咁啊，呢一種咁嘅民族主義麻疹病咧，即係香港咧，好必然都會出現嘅。都有個別人士會咁做，不過咧立法會議員咁樣做法咧，就即係叫人好側目啦咁。咁啊，話説咧就喺立法會裏邊，當然有啲好嘅阻噶啦，有一個叫陸仲雄嘅人啊，即係你要我睇呢個節目嘅聽眾，即係講到邊個叫陸仲雄咧，大家都可能有啲困難咁。咁佢咧就係工聯會循呢個工聯會所謂選入去立法會嘅。咁你知啦，工聯會就即係基本上入立法會即係都必然噶啦嚇，根本唔使爭噶嘛咁樣。咁啊入咗去之後咧，就不時咧會發表一啲咧好令人哋側目嘅一啲。極左嘅言論，佢亦稱為愛國嘅言論啦。咁咁啊，陸仲雄咧喺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寫一段咁嘅説話嘅。除咗登咗一啲圖片之外，仲寫一段咁嘅説話，就係、是、貿易戰撐國貨。咁呢個佢嘅標題啦。咁佢就話咧，打貿易戰，國人自強不息，堅持自主創新，撐起優質國貨。佢話：作為攝影嘅愛好者咧，我一直都希望咧用上優質自主品牌嘅全國產鏡頭，但係光學領域一直係中國製造嘅軟肋。不過咧，我哋中國咧都咧而家有爭氣嘅自主作品啦，即係一個品牌啦，好似呢一支 L 字頭嘅品牌 MTF 7.5mm 呢個叫做光圈二超廣角咧，可謂一絕啊！做到連日本原廠都做唔到如此輕巧嘅大光圈解像力表現優異，下一步咧就做埋自動對焦，咁就 perfect 啦。用英文嘅噃，然後 hashtag 咧就係中國製造2025國產光學，人冇我有自主品牌，超大超廣角大光圈，有乜靚國貨可以介紹俾我？嗱咁咧就作為一個攝影愛好者，我都係啦，我都係即係影呢個即係主要係影呢個雀仔啦嚇咁樣。咁啊，我就承認我用嘅係日本品牌嘅呢一個相機，與日本品牌嘅鏡頭。咁啊，呢個係咪好似阿陸仲雄所講啊？呢個 L 字頭嘅品牌啊，呢個超大光圈廣角鏡係咪真係咁正咧？咁我喺佢個 Facebook 上面咧，就只有見到佢咧就裝模作樣地影到呢個鏡頭嗰個樣，但係從來睇唔到佢用呢個鏡頭影出嚟嘅作品咧有幾巴閉。咁啊嗱，作為一個攝影愛好者，通常就係咁嘅，好少影鏡頭啊，影都可能影一幅兩幅，然後話俾人聽你要。即係叫做產品測試啦嚇，叫 review 啦嚇，叫 product review 啦，我哋叫做啊，要評論佢咧。通常都係攞呢個鏡去做同其他鏡做一個對比，譬如 Canon 啊、Nikon 啊咁樣啊，咁同呢個鏡同樣係呢一個7.2mm 啊大光圈，咁係邊個正啲咧？咁樣係攞啲作品出嚟做測試嘅，喺光底下，喺唔同嘅光啊，喺唔同嘅呢一個即係自然環境啊、室內環境底下，咁係點樣樣咁？但我睇唔到喺個 Facebook 度咧，就睇唔到呢個測試。咁啊，呢種咁嘅講法咧，就好似佢即係叫做同志啦，佢個同志即係
蔣麗雲咧都有啲附和嘅。蔣麗雲咧就喺 Facebook 裏邊咧就分享咗咧中美貿易戰嘅報導，就話咧今次貿易戰嘅結果咧係點都未知之數。但作為一個市民能夠做的就是不買美國貨了。當然這兩位香港的這麼可愛的左派議員這一段這個 post 在 Facebook 引起很大的反應，其中的反應對於陸頌雄來說的反應就是怎樣呢？第一就有一幅相登了出來，初头唔系佢摄影爱好者，佢拿住个相机咁喺一个摄影棚里边打晒灯啊，有块嗰啲反光布啊，咁出嚟又唔奇怪啊咁样。咁啊，后来发现，原来佢用个相机呢系索尼日本相机啊。OK， 咁点解唔用中国品牌嘅相机？我就想问。即係除了我好細個嘅時候見到人哋用呢個海鷗牌嘅相機之外咧，我想知道中國而家有啲乜嘢自主開發嘅相機嘅 body 係流行嘅咧？唔好講喺外邊流行啦，喺中國自己個流行，你做得鏡頭有冇啲相機係流行嘅咧？咁樣我唔知啊。咁呢個即係陸頌雄點解用索尼嘅相機咧？咁都需要嚇，即係嚇去講解一下咁。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有一個咁嘅講法，就話咧，即係有一個咁嘅報導，就話阿陸頌雄咧就要考車牌，咁就好心急。路士咧，未過路士咧就買咗架車啦。咁嗰個係咩車咧？咁嗰個原來係 Ford 嚟嘅 ，OK 嚇，係 Ford 福特啊。福特啊，房車啊，福特嘅車咁啊，影咗佢咧，就喺呢一個即係停車場嚇影咗出嚟咁樣。咁大家就要問啦，咁我又問一個問題啦，咁有冇國產車喺香港可以買？梗係有啦，係嘛？啲的士都有啲係國產車，咁點解你唔買國產車要買福特咧？咁同時都有人咁樣去挑戰去 challenge 陸頌雄嘅，你要抵制美國貨，係用自己嘅自主品牌，咁點解你要用 Facebook 咧？點解你可能有機會係用呢個 WhatsApp 咧？嚇點解可能呢個用好多嘅呢一個咁嘅外國嘅，尤其是美國嘅呢個社交媒體，我嚟做？通訊也好，我哋去表達你嘅意思又好咧，點解咧咁樣？咁啊，亦都有人影到啊，陸頌雄啊，呢個我就唔敢100%即係呢個即係保證係真嘅，就影到佢咧係用緊呢個 MacBook 嘅，係用緊呢個蘋果品牌嘅電腦。咁呢個又係美國貨，咁點解你要用美國貨咧？咁樣咁，如果你真係要首先要用自己自主品牌嘅話咧，咁有中國嘅自主品牌嘅電腦噶嘛？至少你買咗人哋嗰啲啦，係有啲都係中國自己嘅品牌，點解你唔用咧？咁咁啊，蔣麗雲咧講嗰番説話都係嘅，佢用 Facebook 嚟發表佢嘅言論，就唔用國產嘅，我唔知有啲咩喺香港流行啦嚇嘅呢個社交媒體。要用 Facebook 都是美國貨嚟嘅，嚇咁你就變咗不無諷刺地去説明就係口裏説不身體卻很誠實。咁呢種情況咧就同大陸我喺度都講過有一單新聞係好近似嘅，就係又係話説幾年前就有一啲反美嘅風潮喺大陸出現咁樣。咁有個大媽咧就入咗去呢個即係家鄉雞。即係 KFC 喺內地嘅一啲分店嗰度，咁就攞住部手機一路影住嗰啲喺度食緊炸雞嘅年輕人，一路咧就話俾佢聽，佢哋要抵制美國貨，要愛國啊，唔好俾美帝國主義欺負啊，咁樣不勝其煩啊。咁個年輕人咧望下佢，就跟住咧就即係好輕蔑咁樣同佢講：話大媽，你嗰部 iPhone 嚟嘅，不如。你抌咗部 iPhone 先，然後先同我哋講，要抵制美國貨啊！你用美國貨嚟影我哋，又話抵制美國貨，咁其實你係咩意思呢？咁我就想叫啲記者
啊，做一樣嘢啫。咁而家陸仲雄俾人發現到用呢個 Sony 嘅相機，用買呢個福特嘅汽車，就用呢個蘋果嘅啊電腦。咁究竟佢嗰部手機 ，OK 係用咩品牌呢？咁佢可能唔係用 iPhone， 可能用三星都唔定嘅。啊，呢、這個南韓嘅 Samsung 咁樣。咁但係都係啫。中國咁多自主開發嘅品牌，雖然好多都係有人話啊。即係只用佢哋係抄㗎啦咁樣嚇，點解唔用中國自主開發嘅品牌嘅手機呢？我就希望所有民建聯、工聯會、建制派嘅成員，如果你真係咁愛國嘅，首先做一個運動，就喺立法會嘅出面 ，OK， 做一個叫做燒毀美國貨嘅愛國主義嘅行動，攞曬呢啲手機啊、電腦啊啊！出嚟，然後咧就做一個儀式，一把火燒曬佢哋，然後就宣布咧嚇，唔再玩 Facebook， 唔再用 WhatsApp，OK，、okay? 唔再用 Instagram， 呢啲全部都係美國嘅品牌嘅一啲社交媒體嘅平台，咁咧你就愛國啦。心情好快咧，就已經跨過一千集啦，一千集咧就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大家都知道咧，喺香港今天嗰個政經嘅環境越嚟越惡劣。政治打壓啦，媒體歸邊啦，大話連篇咧咁樣。講真話嘅人咧係越嚟越少嘅。嗰啲咧就向主子淺味擦鞋嘅人咧，就真係可以咁講，遍地開花。我哋呢種不識時務嘅聲音咧，只佔少數嘅，而且係咧淹沒去一片歌功頌德嘅汪洋大海裏邊。唔知道咩時候啊！突然之間就好似我喺呢個主流媒體嘅封煙節目咁樣，砰一聲嚇、會被禁聲，心直口快咧，有機會咧係會嚇、人間蒸發，消失喺呢個地球。我咧就抱住一個咁嘅心態嘅，做得一集得一集，你哋咧聽得一集得一集。雖然咧就好似好消極咁樣，咁但係如果要繼續堅持落去咧，都需要好大嘅勇氣嘅。我喺呢度咧就對睇心直口快呢個頻道嘅觀眾啊，同埋呢一個實質支持我嘅觀眾咧啊，致衷心嘅感謝。只要你哋繼續睇，我就會繼續做；只要你哋俾多啲嘅鼓勵我咧，我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繼續為大家發聲。你哋可以咧就訂閱呢個頻道啦。你睇緊呢個 YouTube 嘅時候，你見到啊以下。你的手机或者荧幕的右下角的这个符号，你按了之后就可以订阅了，有新片就会通过电邮去通知你的了。你都可以用 PayPal 去支持我的、有一个预定计划，用这个网址呢，又或者一次的付款都可以，都同样是 PayPal 的。没有 PayPal 不要紧，汇丰银行的 PayMe 都可以，用9331543 9啦、又或者八达通的好易比 OEPay，同樣呢個電話9331543 9，又或者 Tap and Go 拍住相，亦都可以用同樣嘅方法去付款嘅。冇呢啲户口唔緊要，用劃線支票寫我名寄嚟呢個地址，我都會收到嘅。用銀行户口得唔得啊？得，你用 Facebook 嚟 PM 我啦，我就會話俾你聽個銀行户口噶啦。心直口快已經跨過1000集啦，好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心直口快。